亲密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第35届同里天元站挑战赛决赛第二局的赛事直播，我是贾刚璐。今天我们将一同欣赏姑子豪九段挑战在位天元杨鼎新九段的强强对决，解说嘉宾是著名棋手谭笑九段。璐璐好，棋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谭笑，很高兴在天元围棋与您见面。那在昨天的第一局当中啊，感觉到姑子豪相对来说不是特别发挥，或者说进入到了他不太擅长的棋局。对，昨天的那个可能格局方面嘛，是杨鼎新一个先捞后喜，而且姑子豪是以力量著称的，但是呢，他拿杨鼎新那块棋没什么办法，等于后面时空有点干不够啊，这个进入了杨鼎新非常擅长的一个铺地板的格局。对，没有找到一个合适的发力点。对，是的。那么今天的第二局呢，对于姑子豪来说就是背水一战了。那么两位棋手呢，也是在美丽的天元古镇啊，进行这一届的决赛。这是我们现在看到就是现场画面，对，非常的古典古雅。哎，这个名字呢也很有意境。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呢，就是两位棋手所在的比赛现场。对，可以看这个沙发还是比较舒适的，这可以往后一靠啊。这是今天的对局画面。是的。那么杨鼎新上一届呢是击败了连笑，对，拿到了天元，对。然后连笑是在半决赛的时候输给了姑子豪，也是差一点就有希望卷土重来。对，现在看到的就是两位棋手的布局的阶段。对，他们两个人的年龄上都是98年的。对，都是98年的。而且现在的等级分呢，一个是第二位和第三位，可以说都是我们中国围棋现在最厉害的两位棋手。所以今天的这盘决赛的第二局啊，我们也是非常的关注。对，那比赛刚才看他们两个现场画面，然后两个人感觉落子如飞的感觉。说明布局都是很熟。好，那这个比赛呢，因为是中午12点半就开始了，我们也先进入棋局。好。这盘棋是杨鼎新的黑棋啊，因为昨天第一盘是杨鼎新的白棋啊，他们两个交换黑白。黑棋星小木。对，这也是我们翻棋的习惯啊，就是第一局拆先之后呢，会交替的进行黑白的先手顺序。对，第二盘换黑白。对，那么直到最后的决胜局将会重新拆先。感觉最后一盘棋如果下到最后一盘拆先是一个比较关键的啊。现在如果是我们中国规则的话，大部分棋手还是比较偏爱白棋一些。是的。那么黑棋可以看在第一个局部飞。对。那这个时候就比较考验白棋了。这时候实战姑子豪是选择一个针锋相对的拖。如果简单一点的话，棋我们肯定知道就是顶了扳，这样双方在这个局部呢都比较简明一些。顶了扳，我估计现在比如说可能跟这个小目稍微有点关系。比如说现在黑棋挂角，打个比方白的小尖，那么现在黑棋可以考虑在右上角扳断。由于挂一下角呢是引到争了。对，这个争子，就如果白棋选择这个定式的时候，这个断吃的争子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卦呢起到了一个引争的效果。那么关于这个角上的定式，如果说黑棋可以直接争死白棋的话，通常是认为那白棋是吃亏了啊。如果是白棋飞黑棋争的话，那这个定式白棋是不可取的啊。所以说在争子不利的情况下，白棋要扳。但是这样的话就形成一个。黑棋扳比较厚的一个定式。黑棋现在踢。这样。那么我们摆一个基本图，现在白棋跳，黑棋飞。那白棋外这三个子呢是已经属于一个半残子的状态了，现在是不会当天马上跑的。那么基本上这个地方现在就告一段落。这个定式据我所知啊，我还是喜欢黑棋的人比较多。可能人工智能给出的这个判断呢也是黑棋涨了那么几个点。但是其实往往那么几个胜率不是很重要重要的还是你喜欢下什么。那这个局部的话反正问了很多高手，他们都觉得觉得黑棋比较划算一些。因为如果白棋这三个子死了的话，可以看黑的实控还是挺多的，比白棋明显要多很多。那么效率比较高。对，黑棋外面也是相对比较厚的。那么白棋以后如何出
出逃这三个字啊，就成了白棋的一个需要把握的一个分寸。那么如果白棋借用不好这三个字的话，白棋肯定这局部就亏了。嗯，所以棋友们在这个白棋争子不利的时候选择这个定式是要慎重的。对，那么如果现在是白棋争子有利，白棋飞，那么可以看如果没有这一下的话，嗯，黑棋本手大概是 飞，那么白棋飞，这个定式的话啊，我可能是就喜欢白棋人多了。嗯，对，其实就是一个这么很微小的一个差别啊。对，等于其实对比来看，就是白棋刚刚为了不让黑棋一手棋争死呢，他通过这个交换就把自己这一颗棋子变重了。那么同样是在这边白棋进行一个开拆之后，这两个图的对比还是比较明显的。刚刚的图黑棋能够飞到中府，而且白棋有三颗子的负担。对，等于黑的多提了一朵花在这儿啊，等于白让别人多提了个子啊，总是要亏一点。是的，所以可能有现在关于这边配置的一个担心等其他的考虑啊。实战顾子豪是选择了拖，嗯，这个拖我觉得也是比较针锋相对啊，嗯，就是你敢飞我就敢拖，这是对自己非常的有自信，可以说是啊。对，因为我们知道接下来呢，如果黑棋搬下去的话，势必会演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定式。对，这个很多赫赫有名的这个定式飞刀啊，对，非常的复杂。因为这里面不仅每一个分支变化的手数量和计算量很大，同时它跟周边的这种子力的配置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不是说我们可能背下来那么几个变化图就足以掌握的。是的，那比如说现在这是小目单关跳，那么可能放比如说无忧角啊、大跳啊，可能每个胜率都不一样啊，这个地方。对，所以棋友们如果想要选择的话，一定是得有备而来啊，就研究的比较充分。不然一不留神可能就会自己掉进自己给自己设下的这个陷阱。对，但是据我所知黑棋啊，在右下角的这个小目单关跳啊，是在右下角这配置最好的一个、哦、就是如果选择这样的一个定型的话，对，如果在右上有这个米氏飞刀的话、那比如说这个是一个二尖跳啊，大飞手脚小飞手脚之类的等等，或者你是星位小飞啊，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但是好像是小目单关跳是一个黑棋最理想的一个形态。哦，就是任我选择的话，我这个也就是最满意的了。对，那么为什么说是最理想形态？那么我们来看接下来的定型，看看右上角会下成什么变化。对，其实在白棋搬的时候黑棋是有不一样的选择的。对，黑棋现在选择是虎粘搬啊，基本上这三种打赤也有，但是现在的配置好像黑棋不是特别好啊，所以这打赤我们先不考虑。那么就是虎斋搬，搬是比较复杂。对，这个基本图可能很多棋友见过，但是其实它每一个后面也有一些分支。那么黑的打赤，白棋粘上，黑的可能会选择飞。那现在这个变化就很复杂。现在由于白的争子不啊，争子有利。所以说黑棋可能不会选择这个变化。嗯，这个变化确实很久没下了。嗯啊，我也需要看一看我摆的到底对不对。那好像是这样的，没有错。白棋小尖，黑的搬、有一度还挺流行。对，白棋跳，那么黑的吃。对，为什么说争子有利呢？刚才我看了一下争子，啊，那就是这个争子。就是争到这里，其实我们可以稍微演算一下，争到这儿的时候是这样争过来的，白棋是这么跑出来的。对，现在白棋会在角上断掉，利用这个大头鬼的一个紧气手段，打吃，黑棋粘上，白棋搬，这时候黑的啊铺是好棋，局部的一个延气手法。铺了小尖，随着接下来收气，球们就可以看到，就为什么要铺掉这一下。对，然后白棋大头鬼再铺一下。嗯，啊，这个基本上下完的话，四分之一个棋盘肯定是结束了。嗯，那么黑的再冲，冲出白的吃，黑的长。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棋啊，如果是你争子这个地方跑不出来的话，好像局部是黑棋得分了。嗯。啊，因为这个局部虽然说你把黑棋脚上这个大头鬼吃了，但是黑棋有两边收气的手法啊，这个黑的外势非常的厚。那么由于现在我们这个是小目，那么我们这个地方争子是能跑出来的，
那可以看，如果这个角要移成三三，那么就被征掉了。嗯，啊，或者是我这个小目在这边也不行，啊，所以说这个小目和星位是能跑出来的。对，因为现在的这个角上呢，黑棋的这几个虽然是先手，但它并不等于绝先。嗯，对，所以白棋一旦跑出来之后，黑棋中央和这两边的气紧呢，可以让白棋在这个黑棋的后势上做出很多的文章。是，那么如果现在比如说你黑棋团，嗯，啊，那么这个棋白棋一定是不会直接去吃黑的角，不会马上吃，对，白棋会在外面，比如说拐头啊，啊，先在外面下，因为里边其实双活没有价值，没有想象中这么大。嗯，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关于这颗棋子能不能争掉呢，是这个变化的一个要点，对，核心。对，但这个变化就很长了，其实。对，这一摆可能。大家可能很多没记住啊，但是这个是一个比较在原来比较流行的一个变化。对，没事，我们棋友们还有回看，就是可以慢慢来消化这个变化图。我们可以再慢慢回看一下，因为这里边其实每个变化还有很多的分支。嗯，啊，对。那么，所以这个图肯定就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了。对，这算是米氏飞刀里一个比较复杂的大型定式了。对，一度是比较流行的，但我印象中这一年来吧，感觉应该没有看到，对，啊，很久没有见过了。因为可能大家对一些流行的东西，可能过一段又大家天天下也没意思，审美疲劳，嗯，你一下这一个四分之一就没了，确实，这不能盘盘都一样嘛。嗯。那么实战黑棋选择一个，哎，粘上，哎，这个变化好像看着就相对简单了。对，因为这个变化眼见的白棋的，因为我们之前如果黑棋搬在这儿的话，白棋这个粘对外面是先手，那么现在黑棋粘到这儿以后，这个不是先手了，就是白棋的脚上就需要处理，白棋现在就没法虎啊，虎被黑棋在虎这到这儿呢，白棋脚上对杀杀不过，嗯，啊，可以看这个粘是后手，所以说白棋现在必须走脚。对，那么这个时候又有两种变化。对，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就常见的是利，常见是利，嗯，啊，第二种是白棋小尖在 R， 对，就这个尖，我第一次见到的时候，我总觉得白棋是不是可能想要立的时候不小心走错了，对，是不是滑标了？我第一次看了这步棋的时候，我当时也产生了一种疑问：嗯，白棋这步棋怎么回事？他确定你是要下在这儿吗？你不是应该立吗？嗯，那么可以看我们立啊。对，其实立也是我们这盘棋实战的一个后续的进程。对，这个，那棋友们可以看一下他为什么想要下小尖。可以看立是下成这样，嗯，我们大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对，那么尖白棋是什么意思？你说我还是断。嗯，那如果你现在还弯一个，那你这个白棋不划算了。是的，这个冲别人家的时候，你发现你不能立了。对，立不了了。对，立的话，这里的气就不一样了，这以后里面是有棋的，白白的局部就死了，嗯，所以说是不行的。那么白的小尖的话，如果黑的断，白棋是要打吃，嗯，打吃。如果黑棋粘上，白的再跑，哎，这样的话，白的觉得局部吃你这几个子啊，效率是吃的最高的，对。那么黑棋当然也不会相应的就不会粘这一下，跟着粘上，黑棋会立，嗯，白棋提掉，黑棋跳，嗯，然后白棋小飞，嗯，啊，这步小飞其实也是算是在这个局部定式的一个核心的关键。嗯，如果你要是不会这个小飞，你别人一跳，你说我脱先了，或者我跟着长啊，或者长，那其实就不能算知道这个定式。嗯，啊，因为这两步长都是不好的。哦，比如说现在白的长，那么黑的会在上面阵头。哦，抢占这个要点。对，逼迫白的从这边跑出来。嗯，你说我小尖也是出来，那么黑的跳一个，这样的话白的三个字比较重。嗯，啊，所以这个地方这手棋很关键。对，白的小飞是很关键的一手棋啊。那下，哦，下步棋黑的招法就很多了。嗯，那比如说黑的有这个跟着硬跟着飞，嗯，白的长黑的贴，对，这样白棋等于通过这个交换能够确保这个要点呢能够抢占到。对，比如说白的跳啊，白的其实这个它核心思想是说你上方黑的这六个子啊，它并不是一个后势，你有可能是一块孤棋啊，你还需要处理。嗯，那么你可能还要拆边，如果黑的拆个边，那白的会想办法去啊破坏黑的这边的势力范围。
对，但如果从这个图来看，其实就能感觉到黑棋的下面这个角的配置确实不错。对，因为确实比较坚实。对，如果我们考虑到白棋是要从这一带进来的话，那么你这个子无论是放在低位，就其他的位置都没有这个坚实。是的。甚至如果你星位的话，那么你无论怎么搭配，也不会像刚刚这两手棋等于内外都能兼顾得到。对，效率比较高。那么还有别人为什么小尖呢？那这棋不是放在这个立啊？因为其实对这个地方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有很多疑问。就是你说我白的，刚才我说的白的立，你打吃我不是也能打吃吗？那其实就是一个这么微小的一个差别，可以看同样现在提，那么就是立和小尖的这个子，看上去确实没什么差别，很有可能没有差别，但是它有差别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打吃了，那白的跟眼型有关系，对，白的未必会跟着打，首先，对，那白的不跟着打，那虎就一定要比放在这个地方目数要好。而且万一就是有一天如果我外面子力很多，我是从这一带威胁你眼位的时候，对，我可以一路破眼，我有一个致命的杀手等等。对，这是眼型方面。那从目数方面呢，就算白的打到了啊，这个地方这个子也不如这个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子未来一旦退坏的话，这个地方白的有可能被黑的扳了打回去。对，就是脚上有可能会有一个双火，一旦被打回去的话，目数上还是有一点差别的。对，有可能差了不到一目棋。所以说就是人工智能它强就强在这方面，它说这个子啊就比这个子要好，那么可能半目棋吧，或者是怎么判断这个地方。所以说它要小尖。是的，所以棋友们如果见到遇到对手一尖啊，你也千万不要就是开心的觉得对手是滑标，其实这个尖呢也是一种选择。对，就是可能没有见过，但是其实现在尖了给黑的另一种思路啊，这个棋。那我黑的不断了，我黑的飞出去。哎，因为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步力呢本身如果你这么下被我一靠，你这两个子是吊着的。但你现在放到这儿以后呢，哎，这两个子棋尖我就救回来了。对。那么黑的飞出来，白的下步棋跳，这个是必须的，因为白的需要利用黑的这个气劲去做文章，那么现在黑的，在一挤，单挤，所以说，这个变化非常复杂，这个米氏飞刀，刚才说过这个尖和立，现在可以看这个尖的后续变化，那么白的单立，这地方白的这下是不打吃的，然后黑的。加，可能亲朋友们已经有点看到有点晕了。这个也是我其实今天为了，这盘棋我来的时候有备而来，对，是吧？特意今天做了一下功课，对，今天做的功课啊，我也不太会本身啊，所以现在我自己都要笑一笑啊，因为确实很复杂。就每一个分支，对，刚刚如果黑棋直接扳被白棋立的话，是一个利用脚步特殊性的一个板六，对，就活了。那可以看这步加呢，白的为什么要粘？你说我白的立，也是打劫嘛。黑的首先这一段，这局部这个劫白的就非常重了。那你说我打吃一下，很爽。可能猴在。但打吃完依然这个局部还是打劫。这个局部你吃，别人这一路一吃，这个地方就坏了。这个是不能轻易去吃的。对，那我猴在这儿。那你猴也是打劫吗？这个地方这个比刚刚那个看着缓和一点，总是要打劫。那你粘上也是打劫。那么他这个地方呢，他选择白棋单粘，黑棋渡。这时候白的从这地方挡下。这个信息量已经有点超纲了啊。是的。我们摆一个，这个又是一个基本图，黑的跳了打劫。白的提，黑的这时候找劫。其实我看这图时，我以为白的崩溃了。我当时觉得这个图就这样的劣形也是可以的吗？对，这个地方白的能被黑的这么冲出去吗？可以看黑的现在粘，也是白家要做活，白的做活，黑棋可能白的脚上一二三七目棋哈，白的看上去我觉得这个图应该是一个白的，如果是在原来我觉得是一个失败图。你看这个地方白的被现在黑的新手冲出来了，还该黑下外面，你说外面黑的拐个头啊等等，你看这五个子这两个子对不对，看着白的都很薄，但是这时候他告诉你我就跳啊，那依然是一个两分，
哦，啊，包括和初始的胜率没什么区别。哦，现在是一个白的58的胜率。对，等于就是接下来的走势还是要看双方这几块不活的棋纠缠在一起之后究竟战斗成什么样。等于白的先脚上捞七目棋，外面跟你说反正咱们也是一个对跑的状态，好胜负。嗯，是的，但看起来总觉得这个图好像黑棋还挺主动的。对，我是觉得看着这冲态，反正总之看这个棋形的形状应该是觉得黑的不会差。对，比如说黑棋就现在走一走，总感觉白棋这两块相比于黑棋还是要相对看着薄弱一些。所以说这步尖呢，就是虽然它有可能便宜，但是也要慎重，我们要知道它一些后续的变化啊，才能这个敢下这步棋。对，好，那我们还是，我觉得实战说明两位高手还是选择了比较简单的下法，他们也没有那什么，对，没有在这个局部进行过多的纠缠，而是选择了一个简明的。因为有人跟我说过，说这个米氏飞刀啊，这个东西，虽然你局部知道这个定式，但是他下完这个定式，其实你还不够，你还需要知道他可能后面还有二三十手棋呢。就是你刚光研究一个局部，比如说我们现在下到这儿，那是不是也差不多了？对，大家都知道黑的一会儿就打几下，嗯，那么其实后面的变化也是很复杂的。对，就是功课得做得足，得做到位。就比如说一般可能棋我们到这儿都是比较清楚的。对，我觉得白的飞应该也是啊，基本上是下一手。嗯，那么黑的拆。对，那其实我记得在一开始这个变化原来出来的时候啊，决议是给出的双方胜率差不多的。嗯，啊，但是随着决议他可能在涨棋，或者他自己的更新，他自己的这种更新的想法。对，等于是现在今天我们在看的话，下这的话胜率已经是黑棋50白棋50了。嗯，那等于白的就是初始的这十个点，对，莫名其妙就亏了快十个点了。嗯，那可以看他们这盘实战谱是下成一个说实话很久没见到这个图了也是在这个托米氏飞刀刚出现的时候非常流行的一个变化。所以就是考虑到黑棋这边的效率非常的高，白棋最终还是要在这一带去洗活的话，对，那么黑棋这盘棋的配置其实是不错的。嗯，是的。嗯，那好像我记得，比如说像你要是这个大跳啊，也有很有可能像这样。那比如说这个空里，白的走了一逼住，嗯，这个地方就相对好处理。对啊。现在这个我们反复强调，就黑棋的单关跳是这里局部借用最少的了。对，因为这是这两手棋是李轩豪当时告诉我的，他当时天天下这个布局。对，我有印象，就是他好像明显对这个布局很有心得。这也是我之前比较好的一个朋友，然后他跟我说，这个就是在不管右上下成什么样，这两步棋胜率是最高的。他这么跟我说你看这是真朋友，这种心得都要跟你分享。因为他天天下这个布局嘛，当时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就是永远你是一个单关跳？他说不管这个右上战斗成什么样，基本上就是这个最好。嗯，所以其实像这盘棋的选择，我想可能顾子豪应该也知道这样的一个胜率，但是他还是觉得这样的格局可能是他自己这盘棋的策略。对，嗯，反正因为他上盘棋可能被杨戬新先捞后醒，这盘棋他觉得还以颜色。反正这盘棋他可能想，确实吃顶爷的棋不容易，嗯，那可能我先捞点目数吧，让他也不会下。对，嗯，是的。那我们看，所以这盘棋的格局呢，白棋是先给黑棋给你一个打空。对，这步长我又没见过了，嗯，这步长，我记得白的有拐的，有夹的。但是这长这个我是头一次见，或者白的这时候去上面靠也是有的，我记得。嗯，就是原来变化很多，如果白的加一个，好像黑的跟着跳一个。嗯，这白的交换并不便宜，你说我这个地方交换两下，那黑棋也随着这两个子也补后了。是的，那么这边就变得坚实起来。如果成为了全部成实控的话，效率太高了，而且不能接受。对，白的在外面没走到什么东西，嗯，好像也很凝重这个棋形，嗯，所以在现在这个格局的话，这两下是不便宜，嗯，那么如果好像白的拐一个，你说补断点，黑的也是跟着这个补，反正总之黑的是要把这边做强做大啊。对，所以可能也是出于这个考虑吧，就无论是加还是常见的拐，
可能白棋都觉得有点帮黑棋这块棋补毛病，嗯，所以他还是觉得我是不是把子放到外面一点，对，可能就让你这里面还有一定的空间长一个。然后这步棋应该我估计也是现想的，对，嗯，因为这步棋毕竟呢，如果我们用 AI 实时去评价的话，它还是降了一些点的，对，嗯，那么黑棋小尖，对，小尖也是一步补段啊，嗯，比如说现在推荐 AI 推荐是并，但是很难想到，因为觉得你看这补段是不是看上去总是小尖啊补得更好一点呢？对，而且你看我这个如果里面没有问题的话，我这个好像口又封得更扎实了一点，对，就从人类的角度来讲总是觉得这手棋会比这个看上去更有效率，嗯，但是 AI 可能在这种地方的判断，他认为就是如果说你给白棋留下了一些借用的话，你不如这个地方就干干净净的，可能反而对你以后有好处。对，其实像这手棋如果我们要看成白棋是一个挖粘的，嗯，那么黑棋现在就肯定会考虑我是粘还是虎，嗯，这两个哪个好，那么在白棋没有冲一下的时候，黑的很难想到我这一个呆呆的并一个的这种棋形啊，嗯，因为总是觉得这个步调有点慢，就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尽量的先去考虑效率高的定型啊，但可能是因为黑的觉得我这边相对来讲比较厚，那么白的总是要从啊这个突破这个口子来进行突破吧，所以说我要把棋子走的离下方更近一点啊，这个是比较好理解的，嗯，是的。那么白棋还是要穿进来，就总而言之，这块空不能轻而易举的被黑棋实地化。对，白的进来，嗯，黑的跟着唱。对，这个时候黑棋不能去这样围空吗？这样围空，他肯定也想过，嗯，他可能觉得不如这样慢慢长吧，或者他会不会有些担心呢？就是白棋万一有一些借用啊，就是两可以两边占便宜。对，或者白的再来试探，比如说或者二路拖一拖，嗯，有一些骚扰的手段，啊。其实如果都围上，比如说你白的就这么虎一下的话，嗯，那我觉得黑的也是完全可以接受的啊，嗯。我就先围了一块这么大空，这目测50目可能都有了啊，嗯，这实空是非常大的。而且白棋这几个子也并不是说就已经安定了，可能以后还是需要处理的。对，但他可能怕万一没围上的话，这步棋就落空了。对，如果一旦这个我们顾老师是以这个力量而著称，如果在这里面给你有一些好妙手的话，那么这个子的效率就有问题。对，他觉得长一个，反正这长是看得见的实实在在目。嗯，啊，我这个先把角上围好，然后这个地方你白棋进来的话也是孤棋。嗯。所以他觉得这个从长计议啊，就慢慢去攻白棋也是一个不错的策略，嗯。那好，看到这步跳的时候，一开始咱们先染画面就看到这儿，嗯，然后这几步棋下得很快，黑的冲。对，因为黑棋觉得就是比起自己出头的话，先破坏一下白棋的形状，然后再走是一个调子，啊，他觉得这是一种步调。嗯，可以看现在，嗯，这个局势的话，感觉黑的是挺满意的。首先白的，嗯，上方这嵌着一个冲段，嗯，啊，这个冲段如果成立的话，是对白棋很啊严厉、非常残酷的一种。你看这个形状被断，这边四个，这边三个，看着哪边都不能死。对，比较重，啊，不是这种可弃可取的棋。就白的中间也不厚，那么下方这四个子肯定是块孤棋。对，而白棋就是等于先捞了右上角，嗯，这是六，啊，这角上是16目棋。那么黑的其实实控看这右下角，包括这个地方肯定也有些木啊，所以说黑的现在下的应该是比较舒服的，不对，而且从棋风上来讲，我觉得杨鼎新也是偏比较喜欢厚一点的。对，就是如果说我们棋手可以分成薄但是呢控多的话，那么杨鼎新九段可能就偏厚，但是呢他可能实控上并没有那么，啊，对，他喜欢厚发制人。那肯定大家都喜欢这个棋又厚控又多的棋，啊，那当然这是最理想的状态，啊，一般这种棋的话就不太容易输出去了，嗯，就是我又厚我控还多，就是 你打仗也打不过我，是的，但我们围棋是两个人的游戏，你说两位顶尖棋手，我怎么能轻易的实现这个棋控多又厚的这种？白棋现在是要往里套了，现在主要是白棋肯定不能，你说我这跟着
跳啊，黑的就简单跟着跳，可以看白的是两块棋，而且白棋始终是没有走在木上这个走。嗯，比如说黑棋一会儿走一走，在下面这种边拆边自己被控，这都对白棋是比较痛苦的。对，就白棋如果普通的定型的话，那么很明显这两块棋比起黑棋周边的配置是要薄一些的。嗯，那么单纯自己的逃跑是不满意的。白棋靠。嗯，他希望能够就是就地做活，如果能在这个地方直接解决我的这个安危的话，那么我这几颗子就比较轻了。黑的虎，白的叉。这时候黑的应该又有选择，黑的是从外面进攻还是先把这个木树对拿住？那可以看，如果我从外面进攻，这个搬一下肯定是黑棋最心痛的，对，因为这一搬的话，这脚上木树就没了，大概黑的少了八木棋，白的多了两三木棋，对，等于是一个先手十来木的一个。关键是这搬一下，等于是白的先手成了一只眼，嗯，然后比如说白的再拐过来拐一个，嗯。黑的等于是不知道我能攻成什么样，对，有点容易落空。继续进攻，嗯啊，其实也不是不能考虑这个图，只是每个人的喜好风格。对，你看现在，比如说白的拐黑的一并，嗯，那我在这个地方黑的也围出了啊相应的实控，其实也是能围出来的。嗯，对，而且这个地方白棋的联络有一点点的不舒服，这个棋，所以白的可能是要先对，是不是拖一拖或者整个形可能会好一些，或者。这时候白的说我先骚扰你，嗯，也是有可能的，对，毕竟黑棋要注意自己这里有一个断点，对，嗯，那么实战黑棋立一个，这个就是比较简明，反正你怎么走吗，我先把自己的实控位上，看你白棋怎么样做眼。对，白棋其实现在就选择比较多，感觉在这一代这个高的包括拆二就等等这几个都是有可能的。嗯，对，嗯，得看在这个地方他的构思。嗯，黑棋虎，对啊，然后看着白棋，啊，这个地方怎么做眼就是一个学问了。嗯，这地方你说我正常我搭个小堡垒飞一个，嗯，啊，看着好像还行，但是其实眼型它不好。对，尤其是要注意这个一路黑棋还有先手。对，可以看这一路先手，比如说黑的我就啊，慢慢的这种贴，白的很痛苦，嗯，因为这地方啊想在这。成为两只眼还是比较困难的，你要只有一只眼，你说我一会儿我得接上，我得大部队一起跑，那黑棋再从外面进攻，嗯，那白棋这块棋可能就是生不如死。对，而且确实有点危险了，因为黑棋把自己走后以后，白棋从这带下来，黑棋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就可以去追杀白棋了。对，所以这个应该说非白本意吧，白棋并不是想，嗯，破空，他其实还是想就地做活，对，他想寻求一些对自己眼型会好一点的定型方式，白的拐一个，嗯，这样的话如果黑棋只是普通的清削，他可能觉得慢慢的我好像这里已经快连起来了，我的效率会比较高。嗯，这时候黑棋其实特别想啊，如果成立的话，嗯，点在白的一个这种形状上，嗯，更狠一点。对，但是因为如果你只是简单联络的话，嗯，白的如果联络我黑的长，这点还得走正常，那这个地方就虎断了。嗯，啊，为什么说是点在形状上呢？因为白的这地方始终欠着断点。对，那我如果打掉你这下呢？打掉一下其实差不多，啊，不解决问题，这个地方还是欠着一个打断。就是你一吃，我就算弃掉这两个战友，但是我依然连不上，是对无法连上的。这两子踢了之后，还是两个断点。对。所以这个地方白棋普通的忍耐是不满意的，那我们黑棋可能就是要看一看白棋会不会有一些反击的手段，比如说白的打一下，嗯，能不能有这种，对，这是黑的担心的，因为黑的自身啊，就像白的这个小尖它也有可能是先手，嗯，那如果看成白的小尖是先手的话，那黑的这颗子有可能就无疾而终了。对，有可能你给别人送成一个特别好的形状，嗯，所以这是黑棋所担心的，而且我觉得现在黑棋他觉得形势还不错，嗯，感觉到对他实战的招法吧，也是他这步棋的用意其实跟点在这儿是差不多的，但是呢他给白棋了留下了一个退路，嗯，但我觉得从
这盘棋现在布局的走势啊，嗯，黑棋是觉得啊，我这盘棋布局是不错的，嗯，对自己还是挺有信心的。小跳，那么如果白棋还是要这个子，其实哎，这就还原了我们刚刚的这个图，就达成了目的。嗯，啊，因为白棋要这个子，其实白色在底下的眼位并不是特别好，那黑的一路挡是先手，啊，这个地方白的做不成两，做不做得出两只眼还是个问题呢。嗯，啊，对，所以在黑棋跳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白棋的顾子豪就选择了一个整形。嗯，他还是看清这颗棋子，对，打吃。嗯，然后哎，这占据这个要点。嗯，啊，等于是他还是怕黑棋啊抢占到他这个眼形的一个要点吧。嗯，那么下步棋啊，黑棋就下的比较简明了，实在是挡掉了。嗯，其实本身第一感看着这棋反击啊，对不对？他这个靠我肯定是第一感要反击的。嗯，啊，但是黑的仔细想啊，这个反击可能未必划算。嗯，啊，反击比如说白的有可能冲或者。白棋就挡住，那我这肯定要占这个要点，啊，再一冲啊。对，那么这个时候黑棋无论是提还是粘呢，会发现自己的棋形。对，首先这个被别人冲几下很不舒服，嗯，然后这地方呢，白棋可能再一加回，哦，啊，等于说黑的这个反击有可能是凑白的一个形状上，嗯，得不偿失看起来。对，所以这个地方呢，黑棋虽然是想要反击啊，但可能这个地方反而呢，白棋的棋形是比较有弹性的。嗯，所以实战呢也就比较简单，就挡一下，挡一下，然后把这颗棋子吃住。那双方就是达成了一个，啊，算是和解吧。这地方，对，白棋整形了呢，啊，通过弃这个子，啊，给自己一个整形。嗯，那么黑棋呢也先手安定，并且收获了大概十目左右的一个实控。嗯嗯，然后去在上面挂角。嗯，那下成这样，你感觉就整个这个布局怎么样？这个布局像这样，其实最难的是一个判断吧。我们现在来判断一下形势。那么，比如说我们把这步拿掉，现在该黑下。嗯，对。那么和一开始就是手速是一样的，手速一模一样。那刚才说过，白的角上十六目。嗯。啊，为什么算十六目呢？这地方二四这三个字死了六目，八十，啊，点到这是十目，那这个地方我们点六目，啊，这三目棋不能给白的点，啊，因为黑的也有可能打八，所以说这个角是十六目，白的十六目是铁控，那么现在这个地方呢，四至五目棋吧，就等于白的这两块二十目是，啊，有的，那么可以看看黑的是十十五。十七八目这个地方，然后这地方二四六八，比较难算，八九目吧。嗯，然后上方有一个不确定啊。嗯，等于从目数来讲的话，肯定是黑的是不错的，单从目数。嗯，但是现在白的这两个角怎么判断，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这种判断。嗯，而且白棋中间这几颗棋子到底算什么？嗯，白的这几颗子看着肯定是不能算后势，应该算是一个孤棋，不确定的，至少可以看之前说的，比如说黑的冲一个，嗯，那白的肯定是不能再挡了，对，啊，等于一冲，你这三个子基本上就死掉的，嗯，而且黑的现在非常厚，因为黑的你看这块活了，头也在外面，那白棋这块棋还没有完全活，没有完全活干净，至少是啊这。一点，所以说单从我们能现有点出来的实控肯定是黑的不错，但是白的这两个角啊，这个是比较难判断的一个地方。就一般我们说一个角十目棋，嗯，那好，那你说一个角十目棋，我这地方有个拆边，那你这个星位还到底剩下多少目？对啊，所以说我觉得这盘棋是一个就是双方下的时候啊，可能自己认为自己不错或怎么样，但是这是有可能会出现判断失误的地方。哦，那如果现在让你选的话，你觉得你喜欢？我喜欢下黑棋，因为理由很简单，黑棋现在能数出来的空比较多。那么只要不让白棋这中央这个成为，发展潜力，或者我觉得黑的应该还是相对好下的。
嗯，就你觉得白棋这两块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欠缺的，对，它应该是会欠木的这两个地方。嗯，而且你觉得黑棋的这个头和这个头应该对这两个角的价值有所影响。是的，嗯，比如说我下方拆个边，那你可能就有点先手味道。这个地方始终是没活，啊，嗯，我可能自己还会找木。但你要说，比如说一会儿白的搬过头来，那我是不是也会成为后势？啊，对以后这边有影响，那也是有可能。对。所以感觉上这个时候这盘棋吧，至少是我觉得黑棋的布局还是成功的。嗯嗯，那可以看，确实说明在这个米氏飞刀下，黑的右下角这个小目和单关跳这两个子的位置是不错的。嗯，那么白棋先啊，白的先靠，对，这也是间接的让自己这个地方加强一下，因为从黑的这个下棋可以看他的思路的话，我觉得他觉得形势是不错的。对，我觉得像这种挂其实他还有包括这一代的处理他都没有挑最狠的下，就下的相对比较简明吧。嗯，也体现了他对局面的一种自信。但你要说体验局面自下不起又比较有意思。对，常见的我们肯定是这两种。对，我觉得现在这个低挂我觉得在当前局面下是最容易想到的一步棋，因为高挂被别人一拖，你说现在黑的我们走一个外面的定势啊，就是比如说黑的在外面有一些作为的话是很难的，那这个角这个局部木数就被白棋捞了。嗯，啊，黑的肯定是不愿意选择这种让白棋成实控的这种定势。嗯，那么低挂就是现在这个局面相对比较必然的一步棋。对，因为现在地挂的话呢，白棋由于受到中央的牵制吧，我觉得他夹击的话还是有点过分，那可能有可能在这一带就是一个普通的地形。我是觉得他有可能夹击夹这么远。 对，夹远一点，就你飞压的话我就顺着 那你这个不太叫算夹击，我的感觉三间那也是低夹低夹低夹。对，嗯，是的，因为现在黑的可能也不愿意考虑去飞压的这种图，比如说飞压啊，白的顺势跟着走跳，嗯，飞和跳差不多，飞吧，现在看着飞可能实控好一些。嗯，这样反正走一走呢也需要判断，就比如说像这种白的目是比较难点，刚才能点出白的确定实控只有20目棋啊，白的目是比较难以判断的。嗯，但是这样的话梁鼎新是选择了碰这个。对，他选择碰。嗯，这时候 AI 给出的推荐是跳一个。哦，中央自己先跳一个。对不起，就更难以理解，包括能下出来的话我觉得是不容易的。嗯，对，就是这手棋感觉它有点像先积蓄力量的感觉。对，它完全是积蓄力量，下步棋就说上面你白棋啊，你不走的话我要进攻，那下面的白棋呢它可能不见得会马上进攻，或者是挖一个啊等等。嗯，比如说这步棋和别人交换就是能不能便宜啊，这个也判断不出来。嗯，而且我感觉从人类棋手角度总会觉得黑棋这块棋已经安定了，对，就一般我们不太愿意在自己已经安定的这种棋上继续的过多的定型。嗯，而且它步子很慢，就淡淡的小跳一个，你说我这个这边这么厚我可以考虑飞啊，对不对？嗯，进攻手法，甚至我可以以后直接阵头啊，这个都有可能，所以我们肯定是不会往这想的，我觉得这步跳是不在思考范围之内吧，至少是保留一下的感觉。对，那么这步靠实战是靠一个。嗯，啊，但是当年你先下这步靠的时候所以我对前面他是不是觉得自己优势也打了一个问号，因为如果觉得自己好的话可能就简单的挂挂脚就正常嘛。嗯，这步靠的话就相对比较积极。嗯，但是相对跟别人搬来讲他应该是损失控的。对，或者说他可能比较看重于他想把子力转到这一边。对，嗯，这里棋我们也注意，就可能很多类似的场合如果在这一带有子的话，棋我们比较常见的是打了粘。打了粘啊，对，那么黑的这时候会压了压。嗯，啊，这压了压的时候
白棋通常是不能搬的这个地方，只要是白棋搬，黑棋就给白棋断啊，因为白的脚上还是比较局促的，这两个子两子头啊，比如说现在白的长一个，黑的立，那么再挡一下拆个二啊，那白的就不太满意了，因为拿黑棋这边四个子没什么办法，所以说压了压的时候白的正常会长一个，对，这是这也算是一个定式。对，那棋友可以注意，就是如果说您觉得不担心黑棋这个时候长起来的话，那么其实有的时候淡定的粘上呢也是多了一种选择啊，这但绝大多数都是粘的，这个棋打了粘是相对少见的，对，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一下不要，对，不要打掉，容易受到这个的诱惑，就是把这个交换掉，因为这样的话这时候可以让您来选择嘛，您要想搬也可以再搬，但是通常就是想让飞摆的飞或者跳居多啊，这个定式。好，那么黑棋这样定型以后其实他还是比较看重这一条边的发展，说明他看重下面这条边，为普通来说白棋能在这个方向有这样的一个定型是很满意的，所以黑棋现在等于付出了这边的代价之后他希望在下面有所收获，对，但是他形成这个定式之后我总觉得黑这一下这一下挂角有点亏，那么可以看我们要是没有这个没有上面这四个子，感觉黑棋看起来要更主动一些，因为我从这边挂角的概率肯定比较大嘛，我是不会从这边挂的，黑棋从内侧挂只能说我把上方又加强了一些，但是本身它的这个方向是比较逆的，对，但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上方这块棋啊，先不说我局部的眼形，毕竟我觉得这块棋跟中央相比的话我肯定不是弱势的一方，所以我们之前为什么说觉得黑棋好像自己形势不错，是因为这个方向我们通常都说宽的嘛，宽的边肯定是价值更高的，所以感觉上这手棋确实更像是加强自身，对，那么再加上白棋一碰呢，黑棋其实对处理的也比较简单，所以总感觉在这一代的定型上黑棋还是下的比较简明，至少是的，但在这个局部呢它又相对撑得满一点，或者是它这挂是反正先挂了，然后这不靠是现想的也是有可能的，就等于前后的思路不是很连贯，没那么连贯。对，就如果我们只聚焦从挂到这的这几手棋的话，会感觉黑棋在这一代的思路和这个局部的想法是有一点冲突的。对。那么黑棋在下面是要挖。这也是为什么是我给黑棋现在他觉得形势好或者形势不好打个问号。因为很多棋或者是棋手的判断他能看出来他是一个连贯的。他可能有的时候觉得一直好，但是跟他判断不一样，那他下着下着可能就输了，然后他可能好的话那么一直这么下就赢了所以说很多就是能从棋上体现出来，那么这里就是黑棋通过挖呢去威胁白棋，白棋就决定补活，白棋挡一下，对，但是这个时候呢白棋又追求了一下，他并不是普通的跟着硬啊，他是打入进来，打入，对，这时候你说白棋我直接打黑的长我虎一个这个活棋肯定是没问题的，但是这样效率就有点低，那么黑棋怎么补一个呢，这个这种在哪能满意也可以，就如果是空肯定能满意，对我自己拆一个，那可以看黑棋下方又取得了一个非常壮观的实控，那你白棋想在这边围出特别大的空是不太现实的，比如你拆我就打个入，那我肯定不会死无非是你攻击我或怎么样，是的，那白棋渡了一下实战孤子豪是脱先了，对，打入进来，对，然后这个地方我看到当时好像就在这里，就是我们棋手会觉得说这一下总是白棋的留着，对，但是也看到了就是 AI 的观点就觉得黑棋这个逆收是挺大的，对，这就是判断比较难的地方，比如说黑的长你可能是这么一做活，对，你说这长和这个做活白的交换很大的可能性是落空的一个风险，对，就觉得有点亏目感觉，因为这个长
有什么木嘛，对吧？你就说，除非你能明确的告诉我，你对这个子到底影响在什么地方。你说你要把这个子吃了，那我承认这个肠很厉害。那你说我要怎么进攻，或者这个肠就至少它看不见本身它木术的价值。那这个打了虎呢？这个白的木术价值是看得到的。是的。另一方面呢，本身这个地方我不交换的话，白这块棋没活，我以后至少没活进，有可能这么来杀他。对，就比如说我如果随着这边的战斗，我这都是子的话，那我这一点白棋这可是欠着毛病。我只要外面有一些子，我可能就直接就杀了啊，就不是说我长让你这个做活了。所以说这种长就是比较考验棋手判断和功力的时候。那实战杨戬心也没有觉得这个长要干什么啊。对，他还是先从这点出头。对，小尖，但看着小尖其实我觉得功力已经很深了。是的。可以看这个地方黑棋出头是小尖出头的。那比较容易想到的靠啊。对。对不对啊，或者是从这个地方飞。对。那或者是我出头我是不是飞着出头啊。那这个小尖是一步非常厚非常扎实的出头方式。可能他觉得这边呢就撞墙了白棋这边。对。这个压呢又有点损控，就是万一我又不能把这个子拿怎么样的话，好像白棋这条边就自然而然成控了。其实这种靠压的话，多数的情况是我这个争一个先手之后，比如说一个阵头啊，那白的可能就是非常危险，甚至能进攻的白棋非常惨或者怎么样。那如果没有特别好的进攻方式，我还不如先自己积蓄力量。对，但这种积蓄力量的这个风险就在于它毕竟慢。对，就是一旦如果有一天白棋比如说如果是这种出头，其实你能够看到，虽然你不想撞伤白棋啊，但是由于你这步棋比较慢嘛，我照样其实两边也是都有可能走到的。所以就这种棋还是就是很考验对于局面的理解。对，就怕积蓄完只剩下力量了，没处发力了，是吧？是的，找不到合适的发力点。实战白的打，把打吃一下。对，然后也是面临选择。对，白棋实战是就选择了先把这边的毛病补干净。对，像这个时候也是可以走这边。他是觉得白的，比如说跳啊，然后再补一个，就是等于是黑的杀白的从这粘出来的话，暂时不成立。那么这一下呢，白的先不补啊，但是我们总是担心啊，这个地方万一别人这样来，或者是别人从上面飞阵等等，以后会下成什么样，这没什么把握。是的。那顾子豪这打吃完先把自己补活，是这个比较符合人类的下法。对，那当然他这样也比较符合他这个先捞后洗的一个状态。他想的就是如果你从上面来，我这个下面的空间也比较宽，我应该是喜欢的问题。为什么他没有跳啊？首先他肯定想过这步棋黑的如果飞一个，我这块棋怎么样。对，那他比如说得出结论，比如说我白棋小飞，我觉得这棋肯定不会死，那么可以看那黑棋肯定就落空了，这子全部走在外面，这个没有空，局部失控被白棋全部掏掉了。那么在这个地方双方对局者是达成了共识，觉得从外面来没什么把握，不靠谱。对，但是这样子出头的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黑棋的压力也就更大了。就如果你对这三颗棋子或者这一代棋子没有什么好的收获的话，好像白棋的失控又一直在增加，无论是这边还是这边。对，其实咱们回过头可以看，从这步靠开始啊，黑的下到现在没有怎么增加失控，那他黑的就多了这一颗子啊。对的，黑就多了这颗子，可以看白的这个失控，这个地方已经成了二十目了啊。这个地方至少是把白的自己之前有可能有问题的一块棋也补活了，给撞，可以看这地方可能是一手交换，这步拆和这个地方。那么等于黑的走了一手呢，是挖粘和白棋打入进来。可以看黑的走的地方没有看到明显的目数。是的。就比较存在落空的可能性。对。那么现在黑棋阵头。对。那黑的肯定我不能所有子走完都没有用啊。我需要攻击。白的拖了顶。这是做活的整形的好手。
对，因为黑棋这里厚嘛，我们在做活的时候就是找到黑棋比较厚的地方，然后去腾挪借用，让它厚上加厚。本身黑子肯定想长这地方，但是被一连扳，就有点尴尬，就不好处理。对，因为上面的这个断吃和这个棋子就难以两全。对，所以说这地方黑子是不能这种轻易长的。对，那么你吃完这下以后依然是要面临这个抉择。那么实战呢，黑棋就只好粘回来，这样白的拐。对，对，这地方如果不粘，白棋一吃基本上局部已经活了。对，只要白的打吧，局部就活了。那等于说黑棋为了强调白棋不活呢，这几个交换就等于说是被白棋走到了。那么随着白棋加固自身之后呢，他就在这个地方把黑棋靠断了。他这步靠断看着啊，这个白的是发力了，其实他也是啊整形啊。对，这个他不是说啊直接跟黑棋在这地方拼命了。对，当然黑棋如果说你敢这样子跟我拼命的话，那白的没办法。对，那我肯定会把你这个拦住，然后我们俩进行一个对杀。因为局部这个地方其实可以看白的先手蛮多的，白的随时还有可能连回来。那么这子放在这儿啊，你说要说跟白棋对杀，是相对靠谱的一个地方啊。总之，现在这两块对杀的话，从局部的这个气上来看，黑棋肯定是不够。黑的只要是做不活，那么气肯定是杀不过白棋。白棋气太长，白棋这边还可以延气。对，虎视眈眈。对，所以其实跨段的时候，黑棋实战甚至是从这个方向吃的。就一般来讲，如果你对这个战斗很有把握的话，你可以从上面吃。但显然他现在可能还担心白棋有没有可能会跑。对，是有这个担心啊，因为现在黑棋虽然吃出去很爽啊，比如说黑的现在也把我这里的棋形破坏了，但白的外面一吃，中央也啊全部都厚了，这两颗子已经死里面了。而且可以看到白棋之前的这块负担也变成了后势，那么黑棋如果只是收获一个这种的话，可能并不能满意。对，比如打吃，你看白的就简单立一个。那这个地方还是白的一个角啊，黑的总共就长了这么就六七目棋吧，可能是。那白的中央这也全部都成为了后势。对，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黑棋的这步吃，其实就体现了他担心白棋跑出来。因为一般来讲，我们如果能从争的这个角度，是不会从这个方向吃的。或者说他吃，他现在希望白的跑。他可能觉得这样。对，他要贴出来。他这个地方不是说我吃一下啊，看似是不是咽了一口气，我就跟白的对杀了啊？其实这两块对杀可能黑的不只只卖一气，就是就这一气没有那么关键。现在黑的是要贴出来。因为黑的这个贴，白的也吃不掉黑的这颗子，拿不住。打吃黑的正好跑出来，再一拐，啊，那么你这边拿不住我，这个头黑的就出去了。现在比如白的拐头，黑的可以跟着靠啊，等等，那白的这个作战风险就比较大了。所以我觉得也是白棋可能觉得这样也可以满意，啊，就感觉他也是。这是白的靠断。靠断时候就想好的一个定型方式。而且他这个地方还是选择跳的脸。对。因为看上去一般这种跳呢，总会在想是不是有一点点欠缺，但至少目前白棋是不担心的。这边子力比较多。对。那可以看现在这两块出去，虽然黑的提了一朵花呀，但是好像这双方厚薄也差不多。对，如果说看成白棋以后，当然这个不是先手啊，但是从联络的角度来讲，白棋还是很完整。对，白的野心也不错。那么可以看黑的这一串处理，我觉得就啊，有点问题了，就等于没有走到目，实控依然是被白的啊拿着的。那黑的在下方长的实控显然不如白的自己成的实控啊，而且之前说过白的中央有点薄，这边啊也没活。那么通过这一串呢，基本上白的也都处理好了。是的，等于这一个战役呢，如果下到这里算告一段落的话，我们算一个总账，就是白棋不仅实控增加了，还甩掉了两个包袱。对，而反观黑棋好像只是这种非常有限的这种目数的收获。所以从这步碰开始吧，整个这一串的战役应该是白棋满意。对，那么现在黑棋打入了，黑棋打入。对，如果这一条边你说我黑棋只是
单纯的跳一下，我白的全部都乘上了，那确实跟之前点的目差距太大了。嗯，之前说这虽然有两个子，不知道该怎么点目，那你一个角算上十目是不可能的。那么现在可以看，哇，那我这全是我的了。对，所以这个打入也是黑棋现在必须要下的。嗯，小尖。嗯。黑的需要把白的这块的目数打掉。嗯，这样我们可以看到，白棋从这个尖来讲，它其实也是有点瞄着黑棋中央的这一块棋，期待着这个反攻倒算的。因为如果从纯目数的话，一般 B 你可能非目数更好。嗯，但这个小尖很明显，它还就是告诉你，哎，你一个拔花其实是不是一只针眼？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就体现了每个棋手他这个风格吧。嗯，那比如说啊，这时候还没有靠啊、嗯，那你要说我这个是不是可能像再出头再对吧？直接把黑棋分断。嗯，那可能有的棋手觉得我这个。其实这一串便宜了，对，捞住这个时控，我时控我点点，我觉得我判断形势还不错，嗯，我这飞一飞，我觉得可能够赢了，或者是怎么样，我就飞一个形势不错的话，那这步尖可以说是，本身白的自己联络是比较厚的，而且是尖在白的黑的一个眼形上，啊，就是比较狠的。但这步棋本身你说它有目吗？没目，嗯，啊，本身它是一个。底下一会儿飞一飞，目数都被黑棋会破掉的一个状态。对，所以这步其实体现了白棋的风格、嗯，就是他还是这个力战型，我们恶霸的这个力量还是对，就昨天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力点啊，但是这个今天还是得是出招啊，因为确实黑白棋还是明显有一些差距的。那杨锦新的黑棋和白棋、嗯、啊，因为杨锦新他棋风是。比较均衡的，而且更喜欢，比如说我们铺铺地板啊，可能这是杨锦新最强的一项。那所以说他的白棋肯定要比他黑棋要明显强。嗯，是的。拐，啊、嗯，这地方黑棋想继续处理。其实现在下方黑的这块棋还是，啊、看上去有一些，不安定的因素。对，但是呢，就是说，反正。黑棋如果着急的话，做眼呢，这样肯定没问题。小虎、嗯、对，但是这个时控可能有点没面子。对、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黑棋如果有一朝一日要这么做火的话，那你其实，在这一代破掉白棋的控也是有限的。对，你要这么做火的话，说明黑棋这棋不能这样交换。对，就是你这一下如果飞和小尖的话，没有，就说明黑的这个眼型已经可能不够了啊。嗯。那所以在白棋继续分段，看姑子豪现在下的是非常厚实，他这个每步小尖，嗯，对，黑的出头，嗯，白棋长，嗯，黑棋是打吃，对，下到现在的话，你觉得双方的时控怎么样？双方的时控我来判断一下啊。嗯，白棋其实时控比较好点，刚才这块16目，现在这块5目21，然后现在这个地方不知道该怎么算，因为这边飞，我们先这边不算啊，这边白的这有些时控，我们来点点黑的有多少目。嗯，是，这是27 34 40 45，黑的全盘啊，这边还没数的话，黑的全盘是45目，啊，可能要稍微强一点。嗯，因为白的有些欠目，黑的可能就是这边能点出的时控45目。嗯，那白的这21，嗯，这角如果是点到这一线的话，大概十不好点12目。嗯，这角12，那就是33。这地方现在算个5-6目。嗯。那就是接近40，就是 说明这期白的时控现在并不差。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节点轮到白棋下，它其实就有挺多种思路的，就要么比如说它可以把这一带的目数加强，或者是威胁中央，或者是它其实根据我们刚刚的点目，它如果能把这个角护住的话，对，它的时控也差。它如果通过一圈的进攻把这个角护住的话，可能白的时控就还可以了。嗯、但白的需要注意自身啊，像黑的这种一冲该。
之前反复提到过的，就是白的也有些欠目的地方。是的，那所以在这个节点呢，其实我们也可以休息一下，棋友们也可以看看，如果是您的话，在现在这个局面当中，你会选择哪一种策略？天元围棋公众号，加入成为天元围棋会员吧。好，欢迎回来。那您现在收看的是第35届同理杯中国围棋天元赛挑战赛第二局的赛事直播，由杨鼎新九段对阵顾子豪九段。对。那我们刚刚说到，就是根据我们的判断，其实白棋现在呢有很多种选择，就比如说围这边的空，或者是攻击黑棋中央，或者是在这一带去把这个大场这样的一个目数抢掉也可以。那如果是你的话，你会选择哪个？是我。主要现在比较纠结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当前的局面呢，白棋是可以考虑吃或不吃的。哦，这还有这个。比较令就是对局者吧会有一些头疼的地方，就是如果比如说现在白棋目数差非常多，那么我现在就是杀啊，我比如说我并一个，我开始直接灭黑棋的眼，直接比如你一补啊，对，比如说补个段，比如说我我这地方补个段，那么。由于时控不够了嘛，我只有杀才有希望争胜，但是这个局面呢又不是这样，我是有可能通过攻击黑的中央收控赢的。那我到底杀不杀，什么时候杀啊，这就成为了一个白棋现在比较需要去选择抉择的一个地方。但某种程度上听起来也是一种幸福的烦恼。不是幸福的烦恼，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有可能你收拾收拾空呢，发现你前面判断可能没你想的那么乐观，就是、对，就怕你自己的判断有时候也是有一些失误的，因为厚薄其实有的时候特别关键，比如说像中央三个字可能会吊着的之类的，像黑棋飞一飞，自己黑棋也会掌控的，那你要是不杀，有可能收拾收拾不够了，也是很现实的一种可能性。所以就是不能光点着自己的目，对，你也需要，比如说我长目了，但对手是不是也在长目啊？包括一些厚薄，可能我觉得之前先手的地方，走着走着发现走不到了啊，等等。所以就是善于判断的棋手，其实就是对这种相对模糊一点的地带是他强项的地方，因为如果看得见的目数，其实我们可能都会点，对，大家一个一个数就好。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啊，一二三四五，那。谁的点都是一样的，那像有很多地方呢，就是双方都有一些未知数的时候，这时候判断比较难，因为我经常听两位对局者说，双方觉得黑棋好，但是一下完发现一直黑棋都不好，但是在对局的时候，双方判断是比较一致，对那种模糊地方，可能双方点不清，那这地方都别点，都不算目，但是总有一方呢是有一些目的，对。那我们来看看这盘棋白棋的顾子豪九段他是怎么选的，他选择在黑棋吃的时候，他是一个五，对，也是这步棋非常的厚实，先把自己的弱点和毛病吧补住，对，而且这步棋呢至少是就是让黑棋在成这只眼的时候，对，这步棋其实它是一步灭眼啊，换句话说，因为不走这个黑的，我最差的我这个顶是先手，对，惹急了，对不对，是不是？我这个还是有眼的，甚至我挖了顶也是先手，可以看这地方我如果把你打你把我黑棋逼急了，我这个至少这几个都是先手啊，对不对？那白棋一个虎之后呢，黑棋这些先手就都不存在了。那之前说的这个灭眼其实这个也是白的一会儿先手的权利，对，一旦白棋把这个毛病补上以后，这个就可以看成是白棋的一种权利了。对，那你除非你现在黑棋马上就逆收，你说我马上把这个白棋先手这个眼啊，灭我的眼的权利给你破掉，那白棋很开心的跟着黑棋走两下，这样黑棋是比较损失地的，而且你还是没活干净，因为你这地方不走，被白的一拐还是没眼。对，你说我现在马上我就能看见两只眼了，那这样黑棋目数是不够的。对，这个我会点，这个我会点了，就我随便把上面一围那这个黑棋空肯定不够了。对，所以其实实战白棋的这手棋还是应该说现在这个局面下一个挺不错的策略，就是先把自己也补后，然后呢同时通过给黑棋的施压来看一看你来怎么处理。对，那实战黑棋是刺一个，刺一下，黑棋粘上。
黑棋小啊贴贴，白棋长，啊，这个时候又轮到黑棋去纠结的时候。对，这时候其实很想提的。对，这个提是黑棋心心念念一直想下的一步棋，就是我先把这个提掉啊，这个提掉之后。反正我的时控啊是大幅度的追赶上来了，对，甚至已经黑棋已经时控好了。对，这一提白棋这个角上马上就轮白棋下的话也围得不是很舒适。对，但是这个之前啊说过这个杀我怎么办，这个黑的一双，然后白棋现在就开始纠结你这个地方是不是怎么看起来已经没有眼了。对，我这一拐啊，你之前一直要搬了，也就是这个嗯，搬了虎，我白棋怎么灭你眼呢，我就尖一个。嗯，然后黑棋可能需要在这种搬做一些文章啊。嗯，但现在好像白的二路搬应该是能扛住的。嗯，如果你再走的话，再走我就爬一下再断掉吧，爬一下再断掉应该是能扛住的。对，然后白棋可以分而制之。嗯，是的，这样黑的大块还是比较危险。很危险。嗯，但应该是这个地方白的有弱点，否则白棋可能早就要动杀心了。对，啊，甚至你说我现在不走这个，我是不是？对，我其实可能，比如说，我怎么把你这个毛，把我这儿的毛病补住了？你好像出头也不是很好走。出头，但是也不见得啊。这个地方我一尖，嗯，白的也不敢说能把黑棋又肯定吃掉了。嗯。其实所以其实现在这步棋呢也是一种考验白棋，当然这步棋呢肯定是比较拼的一个态度了。提的话这盘棋就马上就很快了，二十手之内就可能出现了胜负，因为白的就一锤子买卖了，直接就要杀黑棋。嗯，对的。但实战的话黑棋是没有敢，看来他还是担心自己大块的安危啊。但这个地方不提的话就会发现这下贴还是很损的。嗯，本来我粘的话黑棋虎在这儿的话棋形是有先手味道。对。但是通过这下交换呢白棋再粘的话这个就非常舒服了，而且黑棋自身也黑的肯定就不会在后手这么粘出来。嗯。所以贴完之后啊这个时候呢黑棋还是担心大块，他是选择了处理中央。还是得往出跑，总之他这提一个实在是看不到这块棋的生路，但是现在这小尖我觉得黑的应该已经意识到自己肯定是不太好，嗯，从胜率来讲，黑的现在确实不太好，嗯，因为白棋一直补，嗯，那么黑棋马上要处理，马上要处理这块棋，而且我们看到黑棋在做活这里的时候，就把白棋这里撞后了，嗯，实战他是点了尖。嗯，那么白棋就简单的挤，这个都是比较必然的。关键是虎完之后，黑棋还是没有活。对，依然得做活。嗯，黑棋还是花了一手。嗯，现在黑的这块棋是啊没什么问题了，局部是块活棋。嗯啊，但是黑的中央这大块，由于黑的做活把这个顶了虎给卖掉之后，可以看这个白的，比如说拐先手啊。嗯，那黑的这块棋是没什么眼的，哦，这下也可以先不拐掉。拐掉有点臭啊，你有还是有可能有，对对，我还是有可能从这边破眼的，我就保留。那么可以看局部黑的肯定是做不活的，嗯，没什么眼型，那黑的始终是要啊往外逃的一个这种姿态。嗯，那现在的话白棋是有没有受控的可能吗？受控的可能性，如果说这地方有这个点的话，我觉得白的还是有一些受控的可能性。好犀利呀，但点得劫财有利才便宜啊，劫财不利就不便宜了。给棋友们看一下你的阴谋是什么，你到底要这不叫阴谋，这是阳谋，这个黑的也没办法，黑的也必须得这么下。对，就是当黑棋吃的时候，我一路一扳，白棋通过这一下交换啊，我在这里对顽强的一个劫阵。我这不能叫阴谋，这是命令性的，黑的必须得走，或者我飞一下点啊，这个地方。总之我劫财有利，白棋是可以这么下的。嗯，那么黑棋如果劫财不利的话基本是无条件吃了提一下。嗯啊，等于是说如果白棋劫财有利的话这几个子有可能是吊着的。对，被含在嘴里的。啊，但是要注意白的这个成本也非常大。这个劫你要是没打过的话这就亏
亏太多了，因为这个地方可以看黑的硬头，白的局部木头还是很伤的。如果是这个图，可能跟我们就是白棋，比如说普普通通的搬一搬，两边搬粘收官相比，对，我感觉也是十几目就出去了。就是不杀不杀不活，你这一杀就十目活了。对，而且你两边的就是白棋自身的目数也是被伤到的。嗯，所以就这种手段呢，就是棋友们用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慎重，慎重，不能光看了一个妙手就没有可综合考虑。对。这个别被我那个带坏了。对，就可能比如我本来一飞，哎，这盘棋就赢了。对，然后听说，哎，谭老师说这有手段，这地方甚至还有妙手啊。然后结果冲过来以后一看，哎，全盘今天好像劫财不太有利啊。对，所以说这个需要在劫财有利的情况下，这个才有可能便宜。是的。那么白棋接下来呢，当然我们其实强调了黑棋的这个做活其实是很伤这块棋的、所以白棋现在应该说对中央还是有一点点想法。对，中心思想，你这个黑的，而且你这个字也是断开的，对，你这个地方这边是没什么头的，可以看这边的头也不多，现在该我下，白棋肯定是需要啊去做文章的。那么白棋现在一贴，也是远远的一个进攻，而且贴在黑上方，这个黑的也很难受。对，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其实这个贴呢，就比你这种直接出招呢，会更有把握。对，所以他慢慢的每手棋给你施加压力。就如果说你只是这种普通的在中央想办法做野，那么我如果在上面占的便宜足够多的话，我就不用冒很大的风险去吃你了。那可以看这贴啊，下步棋，比如说啊，白的搬。如果我就在中间怎么走一个？啊、这是白的权利。那么我白的在长也是全力，我要感觉你接下来要。那么我就我就长吧，我就下一个简单的啊，我看看白的全力有多少。那你煎一个。算我还是这样吧，我还是把木的差不多。其实我想给大家说的是，这个长基本上也是白的全力。因为黑的下方，这个冲下步棋冲断，黑的有点受不了。那你如果你尖呢，我就会给大家举例子。对，我就说，因为我为什么想了一下，我是准备靠了长啊，这个看的也是比较清楚，就是这个长啊，基本上也是先手。对，那如果我们看成白棋有这么多先手的话，那就是你现在就不用这个子了，那就是现在把这些子拿掉，就是我贴一个下步棋，这两个长也是先手，这边也是先手，那你黑的肯定死了。那你还是给我放上这个子吧。那先，然后你再杀我，对，这样比较好。就是说黑的中心非常危险，给白的这一贴。而且其实如果说白棋就算是不吃这块的话，其实光这边长完如果以后能粘一下的话，然后再到这边收控，其实白棋这手棋本身目数上也是有一定价值的。我觉得现在白的不会轻易放过黑棋。为什么呢？因为黑的这手棋还是捞了一些目的。可以看之前比如说给白的这个角点了12目棋，现在这角应该只剩下8目了。就正常点目是这样8目，你这角不能点10目，这点10目的话你点的太撑了。但我这个头没有被封住，我觉得点8目我也有点 不情愿。8目也差不太多，这基本上我还是有点想抗议的。我觉得就8目稍强嘛，因为我一般粘白的就剩6目嘛，你走一手你是10到11目。是的。那黑在这地方也成了有5目棋的一个时空，就等于说这地方可能黑通过做活的话算是又捞了一票，所以说白棋需要一些比较大的这种战果。比如说像上面我能一手棋直接把你这种。对，如果你再补一手，虽然我也不太知道怎么补。算你怎么能补吧。就比如说那这个收获是足够大。这种收获是白棋比较能接受的，就是能这看得见的把黑的吃掉一些，实实在在吃掉一些东西。所以这个地方其实黑棋不走的话，白棋接下来就简单的一步一个脚印的话，能够看到会长出很多的援兵。对。那我们看黑棋实战啊，黑棋实战离白棋近一点，飞。飞。黑棋也想给白棋施加压力。黑的想法什么呢？你要是这种长，我一会儿跳过来啊，你白棋这块棋也没完全活。对，你自己也要注意，你对，如果被我抢先走过来的话。对，你现在比如说在拐，那我下步棋一冲你，这白棋是不是也可能这个有死活问题？对，这是黑棋现在想一想怎么能反攻倒算的这种可能性。对，是的，虽然说白棋可能
就看这一代如果能有先手的话，他还是能活的。对，活应该是能活，但是黑棋肯定想给白棋也施加压力，制造麻烦。所以这步飞呢，就是现在这个局面下，黑棋去尽量让白棋这个地方出现更多复杂的、看不清的这种可能性。对，让白棋也没那么厚嘛。对，但是我感觉以我对辜老师的这个棋风的印象，感觉这样的格局还是他挺喜欢的。这一般主要是这个也不是算这个格局吧，就是当前的这个形势呢，黑棋比较难下，因为黑棋现在毛病比较多，需要处理的事情比较多。对，如果我跟着硬的话，主要白棋现在那我搬，你好像就不长了是吧？对，我要一会儿来点厉害的，可以看这上方有打了一打打下去的手段。那现在劫财我能不能这个地方跟你应该，首先这个劫黑棋太重了，其次白棋说我不行，我开在上面，这个劫白棋随时可以输的。对，如果我粘回来，你粘回来这还欠一打，我可以白棋先把中央怎么断点先补一补。比如说你就算提，我可能也一样，我先把自己断点补一个，对吧？你也没有空消劫，你消劫你中央这块棋就阵亡了。是的，那你不消劫，我这慢慢提，这是无忧解，等于跟黑棋打着。对，确实你这个虎简直对我的打击性太强了。你好歹其实这一代白棋解也挺多的，这都是解。 对，但是你这一虎我感觉确实起到了很强的这个劝降的效果。我瞬间就觉得人生特别的艰难，这样感觉。对，因为就怕别人给你打无忧解，这别人一点负担压力都没有。是，所以这个地方本身这一般黑棋就不太好处理。对，所以说贴是很厉害的，就是刚才给大家摆的变化是比较简单的。那黑棋实战退，其实他现在跳，那白棋也是搬由于这块棋虽然说白棋暂时没活精，但是白棋想活的话问题还是不大，但黑棋的毛病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这打了一打，基本上如果出现打劫呢，黑棋就可以直接就起立了。对，如果这地方你说我现在跟白棋打劫但这个劫黑的太重了，比如说白的直接开上来，只要找出一枚劫，黑的就认输了。那白棋劫财就比如说把中央出来，对，或者是这种可能这个还是先找大的吧，先找大。所以说黑棋是不能跟白棋在上面出现任何劫争的。那这么看起来这会儿确实黑棋有点难。没办法，黑棋只能退。对，那么白棋就把这个口封住，白棋再跳这样搬一下就便宜了，搬和退交换。对，那其实可以看黑棋现在想把自己中央做活呢，已经很艰难了。你说我跳一个那白棋比如说就简简单单粘住，这个地方离家实在是太远了因为黑的好几个端点，这一个端点，这块有端点，那这还有一个靠的，中央还有一个靠的端点。对，就是这个棋形现在反而由于白棋周围全部厚了以后，黑棋的毛病就特别的多。就一下把黑棋所有的毛病都体现出来了。但如果你说你不这样走的话呢，很明显你这些还在敌人的包围圈当中。对，而且你光靠这个飞眼形上还是不够呀，这个下面黑棋如果黑棋先走的话，黑的如果看成这样应该也就是一只眼吧，黑的走也看不到更多的希望。对，因为白棋我发现他不着急把这下交换到的原因就是他这一下很损自己的眼形。对，所以他其实黑棋一冲对，他其实只有到真的亮剑的那一刻他才会轻易的交换这个，不然的话他是有可能会用这边的眼位的。那么看上去黑棋如果这里是一只后手眼，那么中府需要做一只先手眼，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对，主要先黑的不能去简简单单做眼了，做眼的话时控可能也是对，如果我这样一方面的主要已经无法收场了，感觉真的。对，因为我总不能这种完全不顾时控的考虑这样一个一个马眼，但是也不一定马得出来，你再尖一点我。对，还是挺难的。这白子
最好下的就是先一靠，如果下成这样，就是用前面话说，就是实现了这个棋又厚，空又多。这真的是，这黑的到处都是这吊着的，而且中央黑的自己也没活，实控黑的也不够了。对，那实战杨天心断。至少先确保我们这个目数上，黑棋足以争胜。对，这个断就是。只能说是你来杀我吧，啊，因为现在白的肯定也只剩下杀黑的一条路了。对，啊，因为这个地方目数上白棋肯定又损了。对，但白棋的目标也很明确，就是我就是要把你分断。对，然后是靠一个，啊，这里还可以靠。主要确实。看不出黑棋这块棋的生路在哪里。对，如果你反击这被我一断，你总不能弃这条大长龙吧？那么你只要无论如何怎么联络的话，我很简明的冲过来就好了。这样的话，首先我这里很清楚的活棋，然后这块棋无论是眼形还是气，看起来都比黑棋多得多。对，所以黑棋只能从这边挡，但这样的话，白棋就把黑棋全部分断了。现在就是看这中央有没有可能会形成一些对杀之类的。对，白棋侯，黑棋粘上。哦，黑棋可能希望这里是不是有可能？如果现在比如说白棋联络的话，黑棋现在应该会顶。这个地方如果白的你说我挤，那至少是存在这铺了断打劫啊等等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地方白的自己还是欠着断点的。所以说如果下方被分断的话，那这个棋就乱了啊，这个完全看不清了。那么白棋现在是看能不能从这儿破眼，从这儿破，等于说白棋都不需要就是把这些都定型掉，黑棋就是活不了，如果不考虑外面的话。因为黑的现在局部这中央也是一只假眼，那你在底下做两只眼是不太现实的一个事情。对，就算你能够从做眼的角度来讲先虎到是有便宜的，但好像白棋就拐，你也不可能能完成先手就是能完成两只眼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对，那黑棋就只剩下跟白棋想办法对杀。那我看看白棋哪里能被对杀，那就这块呗，是吧？这边我是铁活，无论你怎么搬了虎，我这个局部因为我的气很长，而且加上这边有搬，我自己是没问题的。那就黑棋只剩下断，断跟白棋这边进行一个对杀。但黑棋在断之前先飞了一个。现在下面寻求一些眼形。总之黑的这块棋眼形肯定是不够的，它总之是长气吧。它先断掉。贴白的贴，这也是很刺激啊，两块这么大的棋形的一个对杀。看上去黑棋气应该是不够的，因为白棋气主要是还在这地方还有一些气呢。是的。我们看看黑棋先冲，黑棋冲，对，这个是先手哈，如果不走，对，这个是绝先，这如果不走的话，这一挖那这个就逆转了。是的，这也不可能看不见。白棋挡住，那么黑棋现在就想办法藏自己的气了。黑棋立在这儿，黑的立，对，因为如果你不走被一扳，这个气差太多，立，哇，那现在这个就是两块非常，我觉得两边的气确实都很长，但是确实看起来白棋更长。我在看白的能不能直接自己去做活呢？对，比如利用这里有没有眼。对，比如说现在我白的就挡一个。看看你黑棋要跟哪边杀。因为我马上就要联络了，对吧？对，你得。但黑棋现在，黑棋挤一个是吗？黑棋传。黑棋我需要硬吗？需要硬。不是，这边不能硬了。这边不硬的话，就是比如说白棋杀在下面这个地方，杀在下面然后断就虎回去，对，是吧？看成这样，这样，那么黑棋等于是
下面是有半只眼，但是这里也是半只眼。嗯。然后如果你坐，我就一粘是一样的。对，这样。白棋脚上如果这个立先手有用吗？有可能会有用。对，因为我就在看嘛，黑的顶了立是黑的全立，嗯，然后白的打吃。白的打吃，这样黑的，比如说拐了点，嗯，如果你粘的话，黑的在爬，嗯，白的脚上有可能是不活的，嗯，因为大概看起来，因为白的外面气有比较紧，现在就是拐，是吧？不，如果这个地方是个刀把五，白的可能气的不够。黑的气，哦，黑的很长。虽然我本来这个，我们一般从对杀，啊，如果看到白棋能有个刀疤，我就感觉就直接觉得黑的就不行了。对，心情非常的好。但是现在因为黑棋的这个龙非常长，对，嗯，对，所以这样的话，至少先不说白棋有没有可能，但是这个图肯定是有点看不清，应该从白棋的角度是有点担心的。哦，我觉得现在白棋他本身肯定想，能找出直接。最简明的就直接击溃黑棋的，就不会给黑棋说还有什么啊，我们俩是不是对杀，包括打劫等等的可能性，嗯，是的。那白棋是如何灭眼的？白棋啊，实战单长，长这个，长这个是哦，他是有什么先手，我看看他如果以后断黑棋打了吃，白棋如果走一下立一下，长在一个我完全没有想过的地方，立一下打了爬，然后包一圈铺一个，然后收，我们来看看如白的长这个，那我现在啊，他长这个他也是做眼吧，对，就是如果你不走我一段我是不是活了已经，对，他的意思就是他，和这步贴的效果是一样的。对，那黑棋现在如果黑棋团呢？嗯，我黑棋现在如果团，嗯，那给大家先看一下上面吧。上面这以后是这样的，断，黑棋吃，白棋粘，黑的吃。嗯，白的要立这一下吗？还是白的立掉？立掉好。立掉。嗯，啊，不能立，立被吃完直接吃死。啊，我们这个吃，这个差点的还是看一下这个勺子。对，这一下就精彩了。啊，这个黑的说我不是提掉，我是还可以一路打。对，所以这只能之前以为是一路提掉。就如果这样的话，气可能会好，但这个只能这样，然后一爬，吃，再吃。那这样白的没有任何所得呀？就是活了呗。活了之前你自己这个也是先手。嗯。这等于黑的还需要继续吃白棋。对，就从上面的对杀来讲，你必须要受气嘛。那么我这个局部就是一个活棋，等于说白棋其实长也没有看到什么明显的用处啊。那可能就是一个问你，就是如果你要跟我杀气的话，我就是个先手嘛，我长一下就不亏，对吧？等于后续就是有一个我能够让我整块龙做活的一个手段，但这个做活还挺损目的，本身白棋是不愿意下的。我在想黑的团，白的会不会就跟着硬是吧，就跟着虎一个算，这块棋没活，嗯，因为白的如果被黑的分段的话还是有一些风险的。那么白的现在可能说我不杀你了，那我尝一个呢，我这块大龙由于已经做活了，你现在黑的比如说顶一个做活，嗯，那么我虎下来很严厉啊，这样应该就能确保黑棋时控可能不够。嗯，就如果你这几个死的话，那么白棋还是明显时控有巨大的优势，所以说他长一个是不是只是单纯的做眼？我感觉哦，他就是看成，如果你损这一下，那么我就吃这边嘛。对，所以我就是如果长完是已经铁活了嘛？如果我现在有了这个，长完是铁活了，我再怎么破个眼之类的。啊，破眼的话，我能粘，哎，是能粘，是能粘这地方，这没有看错。这样，因为你贴被我挖死了，对，那么你也就是这样。那没有，我这拐是先手。哦，那活得很简明啊，就是这个眼还富裕了感觉。对。那所以白棋这个时候长的用意呢，就是你如果真的使出这个苦肉计我就算了，我也不是跟你就是刚刚那个搏命的图。嗯。我是选择虎过来，然后我这边已经活了。对。嗯。那么实战黑的选择，所以在走的时候黑棋是先顶一个。先顶。嗯。那么白棋阻度。对。
哎，那这时候黑的也没有团这个。嗯，他是不是还是觉得挤不行啊？他还是觉得可能只有杀气这一条路。啊，对，现在我觉得他团呢，这回我觉得白的还是虎。这个粘才显得妙一点，因为刚才白的是可以挡着做活的、啊、现在是粘着做活妙一点啊、嗯、白总之粘上是能做活的。那这么看黑棋还是有点困难。那黑棋等于现在是粘这个还是让白棋看你中央怎么处理。嗯，黑的粘，那白棋实战就是选择了杀。哦，那其实白棋如果从刚刚的角度来讲，他做活也可以，也可以，对吧？一样了，我就看成你如果要活，你就得卖这个，你一卖这个，我就胡这个。嗯，所以其实这个时候白棋只要确保自己是活的话也行。哦，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你如果单斩、嗯，你没有拐掉这下、嗯、被黑的这一贴，我得破眼，是吧？啊、哦，给大家解释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嗯。就是这一下交换之后呢，嗯，你有如果我黑棋还是这样做活，嗯，那么我这个地方可以看猴冲一下，对，我这个是后手了，那我再一做活，这个就完全不一样了。哦，当我再高高兴兴虎的时候，这就被粘死了。我发现我这地方并不是一只，就是还是需要补的，那么两个后手眼刚好不行。嗯。嗯，就等于说这一下被黑棋便宜了。对，那么白棋是白的拐一下是先手，但你要是不拐一下呢，这被黑的拱一下的话，白棋这整个眼型就出现问题了。嗯，所以这个地方需要白棋精细一点，把这下拐掉。对，对吧？如果交换成这样，就不用担心了。嗯嗯，那我们看看这个时候白棋会怎么选择。等于黑棋这时候正常下呢，他是觉得是不太行，所以他想等白棋犯错、自身犯一些错误。嗯，等白棋顾子豪选择，来吧，咱们俩就比气了，杀杀看。对，这个应该我觉得，因为作为白棋来说，如果他觉得自己不行，他是可以拐一下有退路的。嗯，所以他既然挤上来，那么我们从逻辑上来讲，肯定是白棋对杀有信心。黑的拐这个，对，这拐这个是先手吗？拐一个，你还是得硬吧，你不硬的话我我这不是先手吗？我这团啊，你就吼到这边是吧？啊，确实，那你还是就跟着我硬吧。还是得硬。嗯，那白棋硬，嗯，黑棋吼一下，嗯，白棋走，黑棋搬，白棋挤，先退，差不多都是一样的，嗯，一样，黑棋粘回来，啊，我们一会儿就可以给大家数气了，因为这个接下来就比较必然了，在收气上应该这个区别出入不大，这是白的权力。对，白棋作为吃棋的一方嘛，反正不存在攻气，如果大家都演的话。对，现在如果这两块形成双活的话，那白棋就那只能说我输了。对、嗯、所以从白棋的角度，就一般棋友们我们收棋是从外面收的。对，但白棋现在因为他的立场是我是要吃棋的一方，就所有的这些攻气啊，我这个都是一会儿我要自己走的。对，都是我要填的，所以他说那我就干脆看清楚，我都定型掉。嗯，然后他做这只眼，黑棋需要破眼，白棋这个可以先演一气。哦，黑棋这个地方确实它等于挤也是一样的，是挤，哎，我还能粘回来。哦，我本来还想说追求一气，结果一样的，白棋就算粘住也是一模一样的、嗯、这个地方气也不一样。对，关键是现在白棋还能粘回来，那么黑棋这个地方没有办法、嗯、就算白棋是三口气。嗯嗯，好，然后白棋手、哦、白棋把这个挤掉。对，因为这个地方反正攻气都算是白棋要自己走的，他也就都定型掉。嗯，顶。对，然后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现在这个杀气是怎么个情况。哦，现在我估计肯定一眼是看不清的。对，就白棋这边我们稍微摆两手。打一下啊，嗯，这打一下。对。然后跟大家说一下，现在黑棋这一下冲是必要的。
嗯啊，为什么这下你说不是不闯损自己气了吗？对啊，那这下要是被白棋接一下，那可以看这个地方，黑棋得从后面再吃，这得收一二三四五，啊，得收五口气，所以说是啊，这下必须得冲掉，这下。如果少冲一下的话，会给白的多了两口气。对，就是其实我们收气的话，千万不要被对手下成这种打二还一或者这样的一个棋形，就是你会发现你以后得提一下，然后一二三，你得花三个才能收。但如果你冲掉，对你如果冲掉这一下，你会发现它一共就三口气。是的。那刚刚这个棋形，尤其是白棋这边有眼的话，这个地方的气白棋就非常的多。嗯。所以这个细节黑棋要冲掉。这下冲是必须的。嗯，那么黑棋。然后由于现在这个白的得收啊，这个不是说黑的需要铺。对，黑棋就不铺了，就从外面收。那可以看这下冲也是一样的。嗯，那我们可以给大家数数气。白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嗯，白的外部有十一口气。对，那我们刚刚提到了，就这种地方，由于是白棋要吃黑棋，所以这个地方不仅白棋不能数气，而且还是黑棋的气。能看一下黑的气，这几下也是气是一模一样的。嗯，黑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口气。哦，那现在的话该黑棋收啊，十口气，这个地方还有一口气，十口气，嗯，白的十一口气，对，那就是刚好满一气，满一气啊，满一气的一个情况，对，嗯，这等于是黑棋把白棋把黑棋这个大龙全部给拿住了，对，是四十个子，这是一个大对杀。那好像看上去也就没有什么别的了，就我们可以回到实战的这个瞬间，因为虽然我们是为了让大家看得清楚就多摆了几手，但这没有冲掉这两下，对，但其实在真正收起气来的话也是一样的，现在就是下成这样，对，最后一手气白的顶了，那这样的话等于是到这步顶的时候呢，两位对局者肯定对这个对杀是心知肚明的，所以执黑的这个在位的天元呢，阳顶星九段是选择认输。我就在想，就是在顾子豪决定杀的时候，因为其实也下了蛮久了这盘棋，可能双方都进入了读秒，那在读秒下这个比如说一方是十一口气一方十口气，顾子豪真的就已经那个就是算清楚这个气了嘛，因为从白棋角度来讲，刚才他是可以选择最后的这个团杀或者是放黑的活，因为放黑的活也明显当时是一盘要赢的棋，而且黑棋可能机会也不大，但是白的一团如果说这地方数气顾子豪哪块漏数了一气或者是算错了，那就直接就导致这盘棋就翻盘了。那我觉得因为他们其实像我们看到的前面的每一手棋都必然性比较强嘛，那我们知道这个比赛虽然呢他们现在肯定都进入读秒了，但是呢好歹也是60秒一次，所以我觉得他们肯定在之前的比如这种靠的时候每步棋应该都会读到58、59，都在算气了，对，然后后面就是可能我觉得两位对局者应该对这个图的数气少说得数了五遍，我觉得就是反复的应该会验算，对，因为毕竟是已经到了我们这个天元的挑战赛啊，就是这个还属于头衔制的，就非常的关键这盘棋，对，是吧，下一年等于还有可能跟第二年有关系的，对，等于是你拿了天元的这个头衔，你下一年最差也是个亚军，对，你要是下就是三盘棋你只要赢了的话，你依然下届还是冠军，对，所以这么关键的比赛，我觉得两位棋手可能会利用就是之前的读秒当中对于这个对杀的图进行反复的演算。是的。所以这样回头看，就我们之前虽然看上去觉得白棋的气明显长，但你会发现由于攻气还是比较多。对，其实长得很有限。对，真正收起来啊，发现至少没有想中那么乐观。对，还是在最后这个地方白的还演了一气。如果不延一气的话，就是这地方没有延一气，那这盘棋就已经逆转了。对，那你觉得总的来说这盘棋的双方的发挥怎么样？我觉得前面应该就一开始这个右上角的这个米氏飞刀双方肯定都是有研究的。但是当下到后中央的时候，就比如当下到这个长的时候应该后面都是双方自己去发挥了。我觉得杨锦新这盘棋就是前面他可能觉得形势还不错，
然后从挂角之后，然后到这个左边的左下角这步靠，后面的调子有点乱。嗯，因为和它前面的风格稍微有点不同，就是前面它的棋呢下的是感觉比较自信嘛，就觉得自己应该形势是不错的。嗯，但是从靠开始，它应该是又觉得这棋可能需要下的更积极一些，但是在下面的这一带变化，黑的没有达成理想的这样效果吧。嗯，对，反观白棋好像把这两块处理好之后，其实感觉就进入到他相对擅长的一种格局，就之后他的这个招法的也体现他的风格，然后他在这种对杀当中还是非常精准的。我觉得顾子豪是属于一个如果能吃他一定会吃别人的这样一位选手。嗯，比如说可能像我来讲，我要是没有说100%的把握，我觉得我不吃也赢了，我可能会选择不吃。但是顾子豪肯定会选择把别人吃掉。嗯，所以说我们称之为顾老师嘛，这是力量型的，是力量型的一个代表吧，算是。嗯，对。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的这个，其实从前两盘的这个走势来看啊，其实风格是很鲜明的。像第一盘的话呢，进入到这个杨鼎新擅长的这种均衡的，然后比拼功夫的格局的话，这个顾子豪就没有找到合适的发力点。嗯，那么那盘棋其实感觉上，作为白棋的杨鼎新还是比较顺利的。那么今天呢，就到了可能一开始黑棋没有把自己的一种后卫吧，就是转化到实控以后，进入到这样的格局呢，就能感觉到顾子豪又大展身手的感觉。我觉得因为明天就是第三盘的决赛决胜局了。决胜局那猜先对双方来讲还是挺关键的啊，我觉得。嗯，是的，就一方面本身现在按我们中国规则的话，棋手就普遍喜欢白棋，对，而且以他们俩的棋风来看呢，又这种针对性比较强，就是作为白棋的一方可能会更主动一些。对，是的。嗯，但我觉得无论如何吧，两位棋手今天晚上肯定是会好好准备一下布局。其实我们也很期待明天无论是最终的猜先结果，那么两位都会用一个什么样的布局去展开新的一盘棋局。对，是的。嗯，对，所以明天呢，这样就是从我们棋迷的角度来说呢，也是有福利啊，可以多看一盘精彩的对决。那当然从两位棋手来讲，这个头衔制的比赛对他们来说也非常非常关键。而且据我所知，之前的历届天元当中其实连霸的次数也比较多。对，像我们知道这个杨鼎新是刚刚从三连霸的连校、对，连校九段手中夺得的这个头衔。那么再往前推，其实印象中陈耀烨九段也是夺得过非常多届。因为我们知道天元战一般都放在同里，这个同里这个美丽的古镇呢，除了景色优美之外呢，它其实也有一个非常出名的小吃，或者说当地的特色河鲜。就我印象中，我去同里的话一定会吃小龙虾。这么说我好像没去过，所以说我就一直在想你说是说什么那个有特色的这种小吃呢？对，因为其实可以跟棋友分享一下，据我所知，像陈耀烨九段是这个小龙虾的应该是虾中高手。是这个我们棋界出了名的啊，就是所以我想可能这个他能够在这个地方连霸九届，一方面是这个福地啊，另一方面他可能每次去心情也很好。对，去了之后心情状态都比较好，因为吃的舒畅嘛，然后是自己喜爱的食物，然后可能那个地方的无论是气候各方面的因素都是他非常舒适的状态，所以也是连霸了九届。对，然后他是从被连校攻略下来的，那么现在连校呢又三连霸呢被杨鼎新这个改朝换代之后，那么杨鼎新自己的第二届能否卫冕，对于他自己本人来说也是非常的关键。那同样的，我听到之前的采访啊，就是顾子豪九段之前在天元战当中最好的成绩是挑战者的半决赛。哦，那么他今年呢已经是比自己往年呢更近了一步、对，当然已经走到了这里，我觉得他对这个决赛肯定是不会轻易错过的。那肯定是。对，所以明天呢我们可以大家棋友们和我们一起去围观这一盘强强对决。嗯，那么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呢可以继续关注第35届同里杯中国围棋天元赛挑战者决胜局的赛事直播。那今天的这盘棋局呢我们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感谢您收看，明天再见。明天见。